C'est vendu, mec témoin. L'étrange au vent, c'est merveilleux. Les vives, la France, vous dis-moi. Elle est mou d'ivoire, c'est vendu. Et si moi bon doux, elle est moi, c'est doux et bon toujours. Sa vie dans les moires, bon toujours les points. Les si bon toujours, qu'on a les fiancés. Bah si c'est vigant, non y'a. C'est gars si ton moi雨佳，别哭了。行了，别哭了。别再哭坏了身体。你们知道谁把药塞进齐祥包里的？啊，兰妮姐。人都是我叫来的，要怪就怪我吧。那些人你都认识吗？好多都是朋友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你交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啊？要不是你引狼入室，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办这个 party 的话，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云山，我没这个意思。现在齐翔在监狱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被人害的。怎么办呢？雨佳，你别急，再好好想想，昨天那些人里面有谁最可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喂，什么？好，你告诉我在哪儿。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就是有可能站不起来了。
你回来了，等会儿吃完饭我去医院陪夜。急什么啊？这么好的气氛，这么好的心情，那么着急走岂不大煞风景？你怎么知道我心情好呢？能看出来，我吃了官司，进了班房，我爸中了风，没准过不了多久他就归西了，而整个星汉集团就到你手里了，你心情能不好？齐香，你不要血口喷人啊！我血口喷人？好，那我就讲给你听听。你为了赶走兰妮，所以指使雨佳在模特的可乐里放了泻药，搞砸了整个时装展示会。可是你没想到，我只用了点小小的手段，就从雨佳口里面套出来，原来你是背后的藏镜人。你不但没赶走兰妮，还让老爷子去除你所有的职务。对，你生气了，恼羞成怒，一心想要报复，所以在我的生日 party 上，你指使人对我进行栽赃。白薇，你陷害我没关系，但你害了我父亲，半身不遂，你对得起他对你的一片宠爱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到底是不是人？吉祥，从理论上讲你的推论完全成立，但是你大错特错了。周雨佳讲的并不是事实，或者说并没有证据说明他讲的是事实。我今天退出星汉集团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你体弱多病的父亲，而不是被你父亲赶出来的。至于你说我恼羞成怒，对你蓄意报复，我看是你恼羞成怒吧？怎么，你是不是想嫁祸于我，来减轻你父亲对你的失望和厌恶呢？你上次在老爷子那儿扎我的针，起码还有一个录音机啊，怎么这一次连这个道具都省了？齐祥，我可以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的。过去我看在你是我爸的妻子的份上，我对你的种种所作所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要正式地加入星汉集团，接我老爸的班。所以如果你想一手遮天，独吞星汉集团的话，你休想，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哼，接班？先把你屁股上的屎擦擦干净吧。我干净得很，不过反过来我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一开盘，星汉集团的股票连续跌了18个点，
而且还继续下跌，我们的庄稼快顶不住了。能让股票止住下滑？没有，除非贵公司发布能令股民振奋的利好消息。这是什么？目前估计有某家公司趁低吸纳贵公司的大量低价股票。帮我查一查这家公司的背景。别紧张，玉总，这在股市中是很正常的操作行为。嗯。喂，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哎，你好，你好。对对对，我是他的家属。好，我马上过去，谢谢啊。你好，我是林安娜的家属。哦，你是她家属是吧？对，那你跟我来。好。小李，这是林安娜的家属。汉斯，你终于来了！你带我离开这里啊，我好害怕。别害怕。好，签一下字。你叫玉凯？对。哎，那你妻子叫你汉什么斯？哦，我的英文名字叫汉斯。哦，那你可以带他走了。好，谢谢，谢谢你们啊。没关系。走吧。走吧。哎，玉先生，你妻子这里有问题。以后你要多留意，不要让他乱跑，那多危险呢，万一碰上流氓怎么办？啊，我会注意的。好的，再见。走吧。哎，这位先生人真好，妻子都疯成这样了还不嫌弃。哎，像这样的男人快绝种了。董事长，你醒了。叫小强来。吉祥，吉祥。嗯。你爸爸醒了。爸。律师请好了吗？请好了。就是15年前帮玉伯伯辩护的罗律师。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什么时候开庭？记得告诉我。我知道。我要亲自去法庭。爸。我爸要是就这样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是啊，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刚才我才发现我爸已经老了。像他这样一个硬汉，那么能拼能打的，也会老，而且老得那么彻底，真是不可思议。每个人都会变老，这是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我看到汉斯了。我跟你说过了，汉斯他不在北京。他就在北京，我看到他在北京。你看到了，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看到他的？我在什么桥下，我看见他进了一辆车，然后车就开走了。然后呢？他就不见了。然后你就跑到这小县城了，对不对？我真的看见汉斯了。他怎么跑了？他比以前瘦了。我真的看见他了。他一定没休息好。他瘦了。他一定是想我了。马医生。嗯，您给他配的药我给他吃了，可为什么他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他甚至把我当成憨死，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在他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汉斯没有死，并且已回到北京，这意识并不受药物的控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他的意念。你的意思是说，让他相信汉斯不在北京，汉斯已经死了，这有点残忍。但长痛不如短痛，正所谓置死地而后生，断了他的念头，说不定他的病情会得到控制，逐渐好起来。我倒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嗨，这么晚这个时间，我知道只有在工作室里才能找到你。明天展示会了，准备的怎么样？这两件衣服的线条不是太理想，所以我要改一下。你呢？明天上庭，紧张吗？我不会，当然不紧张了，只是担心我爸。如果宣判对我不利的话，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你知道他就是，他那么固执，非得去旁听不可。让我们互相祝福吧。你一定会成功的。从我第一次看你做婚纱的时候，我就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师。我对你的信心从来没有变过。我对你也有信心，我相信法庭会还你清白。我只是怕我有罪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参加你和玉凯的婚礼。别说不吉利的话，我相信你。你别忘了，你答应过要做玉凯的伴郎，到时候你不准缺席。兰妮，我有信心。我知道，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法律会还我清白的，你知道我福大命大。好，那不管明天结果如何，发个信息给我。如果判我无罪的话，我发个笑脸给你；判我有罪的话，我就发个哭脸给你。好。什么？这是法国警察局开出的死亡证明书。
死亡，证明书。对，是韩死的死亡证明书。韩死。韩死在一次车祸中死了。本来我不想告诉你，可我实在不想看你这样苦苦撑下去。汉斯已经死了，你要接受这个现实。不，你骗我！汉斯他没死，你这个骗子，你骗我！安娜，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这是现实，你必须接受。不，我不相信，我要去找他。安娜，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你别碰我！安娜，你听我说。他没死，别碰我，你放开我。安娜。安娜，你放开我！放开我！安娜，放开我！你听我说，安娜，你听我说，我没有骗你，这是事实，你必须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我也帮不了你。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宣布开庭。参加派对的所有人的尿检都呈阴性，说明他们当时没有吃摇头丸。没有吃药并不表示他们不想吃药，可能是时间没有到，场子还没有热起来。我反对这种假设。假设成立。那些摇头丸不是我的，我从来不碰这种东西。这是我的委托人接受血液和头发鉴定的报告，证明他从来没有碰过毒品。我的委托人从小就品学兼优，家教良好，他宁愿放弃父亲为他安排的优越的工作和接班的位置，单身到国外打拼，堪称年轻人的楷模。这是他的同事同学联名签署的声援书，在他们眼中的齐翔绝不会是一个沉沦于毒品的瘾君子。辩方律师把被告描述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有为青年，而事实上被告曾在巴黎涉嫌一起恶性商业事件，导致他下属公司的对手陈汉斯开车坠海，至今生死不明。像这样人格有瑕疵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有为青年？控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我的委托人是被无罪释放的，法国法律已经还他一个公道。很遗憾，控方律师一再用假定咬定我的委托人有罪，这违反了法律的无罪理论。但事实胜于雄辩，摇头丸是从被告包里搜出来的，
照辩方律师的意思，难道摇头丸是不存在的吗？这包摇头丸是我的。玉珍，这包摇头丸是我的，跟齐翔没有关系，是我买来准备给大家助兴的。你跟谁买的？在一个酒吧跟一个外国留学生买的，可是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那这包摇头丸怎么会在被告齐翔的包里？我刚拿出来，本想分给大家吃，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场子还没有热起来，音乐也不对，正好看到沙发里有齐翔的包，顺便我就放了进去，可是没想到警察就来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出来承认摇头丸是你的呢？因为害怕，也因为内疚。不，他骗人，那些摇头丸根本不是他的。不是。医生，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你快说，快说，摇头丸不是你的啊！你快说啊！他骗人，是我的，我的摇头丸，不是他的，是我的，我的。肃静，肃静！本庭现在宣布休庭。医生，你现在翻供还来得及，最多判个藐视法庭或者是作伪证，被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我不翻供，摇头丸是我放你包里的。你怎么这么固执啊？法律不是开玩笑的，后果是什么你懂不懂啊？我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爱你。会欠谁的？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付出。我从来就没有图你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你不用承诺什么，你放手去追求你的爱情。也许有一天我会结婚，会生孩子，但是我知道，我爱过。
玉山，你知道吗？我一直对你就只是一种，只是一种友情。我一直就把你当成我妹妹，因为我从小就希望能有一个让我宠、让我疼爱的妹妹。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我太粗心了，我忽略了你。你的粗心是对的，因为你爱的是兰妮姐。现在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词吗？我爱你，但是与你无关。你对兰妮姐的爱不也是这样的吗？金香哥，把手给我。把手分开。雨佳，怎么了？喝多了啊？到底怎么了？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坐起来跟我说。我不坐。兰妮姐，我要告诉你，今天坐牢的不应该是云山，应该是我。坐牢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好了，我知道云山坐牢了，你心里难受。来，坐下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兰妮姐，我现在只有你一个好朋友了，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对不起我了？别哭了。我向你坦白，那次向模特队下药的是我，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听了白薇的话，我一直没有勇气向你坦白。是我听了白薇的话才偷偷下药的，兰妮姐。我很后悔，我很痛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想害你啊，兰妮姐。亏你还跟我说是我的好姐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想害你。我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现在给我出去。兰妮姐，你听见没有？兰妮姐，摇头丸不是我放的，我没有害吉祥。兰妮姐，兰妮姐。我不想听你说。听我说呀，兰妮姐，兰妮姐，我求求你原谅我，我求求你。我怎么可以原谅你呢？雨佳，你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害我？兰妮姐，我求你原谅我。我想成功，我想出人头地，我想赚钱，可是我就没有想害人，我对朋友都是真心的。可是我错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好想带你云山坐牢，我应该
受到惩罚，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我，兰妮姐。兰妮姐，兰妮姐。就念到这儿吧。啊，爸，今天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哎，嗯，法院宣判了吗？嗯，我们齐家又欠了份人情啊。我听公安说，云山只要表现得好，也可以提前出狱的。云山进去的时候状态还不错，他说他会尽量减刑的。爸，我会定期去看看他。好，等云山出来你要好好报答他。我知道。有些情是能报答的，有些情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好你个小王八蛋，又让你给跑了，我就不相信我白薇治不了你。我觉得人生就应该像这烟火一样，就算拼了命也要灿烂一回。那包摇头丸是我的。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听了白薇的话，我一直没有勇气向你坦白。我们结婚吧。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疲惫，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好像我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会飘走，什么都抓不住。玉凯，你愿意娶我吗？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去个地方。玉先生，不好意思，又停电了，请走楼梯吧。我们下次再来吧。等一下，我们就走楼梯。
我一直想告诉你，但一直开不了口。安妮，安妮，安妮，放手。安妮，我想一个人走下去。玉凯，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兰妮来过了没有？没有啊，你找到她了吗？去的地方我都去了，都找不到他，手机也关机了。你是不是？对，我告诉他了，我带他去了安娜那儿。我知道，这对他太残忍了。哎，兰妮怎么样了？他去哪儿了？啊？苏红阿姨。哎，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快说呀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还是找人要紧，我们分得找吧。在我心底开满了鲜花，仔细读着你的脸，是童话书里的容颜，一滴一点沧海一片，你是苦心的那般，你是我不变的爱恋，就算月亮再美也不换，有了你浮粉飞溅，多谢了誓言，追随你到永远，无论失去多少流年，牵着的手不改变，仔细读着你的脸，仔细读着你的，是前世记住的容颜，天天岁岁年年，岁岁年年，是我苦心的那般，你是我不变的爱恋，就算月亮再美也不换，有了你才懂前缘，多谢了你不改变，有了你浮粉飞溅，多谢了你的誓言，真的心甘。